旗艦級 5G 手機呢期有咩新推介先？首先當然是 Samsung Galaxy Note 20 Series 啦，兩部都支援超高速、超低延時 5G 網絡，是真正無界視野，兼具有 120Hz 屏幕刷新率的 Dynamic AMOLED 2X 全屏幕上操作，自然更加流暢啊。Samsung Galaxy Note 20 Ultra 更具有 10-120Hz 動態屏幕刷新率，只要拎起反應更靈敏的 S Pen， 你就可以在 Samsung Notes 入面使用最新語音書簽、PDF 編寫以及 Microsoft PPT 轉換功能啦，甚至透過進階手勢操控手機添啊。至於攝影方面， Samsung Galaxy Note 20 Series 更加新增專業級錄音以及變焦速度控制，等你可以配合錄影轉換收音方法之餘，更加可以用控制杆控制變焦速度。這個耳機設計和平時很不同，除了擁有時尚貼入式耳機設計 Galaxy Buds Live 來自特大 12mm 低音喇叭之外，更加支援3米開放式主動及通話降噪、Buds Together 音樂共享以及低延遲遊戲模式，而且由於它達到 IPX2 生活防水級別，遇上風雨都不怕。另外只要透過快充或者 QI 無線充電，仲可以使用長達29小時添。手機耳機有齊，搭配埋智能手錶就 perfect 啦。咁就一次過入手埋全新 Galaxy Watch 3啦。採用不鏽鋼及優質皮夾錶帶設計， Galaxy Watch 3支援 Android 及 iOS 裝置，具有跌倒偵測功能之餘，仲可以全面監測血氧度等健康資訊。只要掃一掃錶面，短信、圖文等聊天記錄都一覽無遺啊！而且由於擁有50米防水功能及軍用級耐用度，帶住佢游水或者運動都得啊！中意跑步嘅，仲可以開啟實時跑姿以及 VO2 Max 攝氧分析。另外，你仲可以透過內置 Samsung Pay 付款功能購物添。